胜四太子。草地一号下，请文宗、方军、何红、童爸上场。文宗、方军、何红、童爸，请上一号场。都不会痛了、啊，对，因为你没有跨不出去的状态。啊，没有。对，因为像这边有时候他会跨不出去。啊，没有。像我刚刚看你没有跨不出去，应该还好。没有。有点酸酸的、啊、这个姿势。就拉到筋那种感觉，对。应该很好。他不能跨就不要跨，就很多球就放掉了。我说跨出去你才知道不能跨。我没跨出去，我怎么知道能不能跨？对。明天有球满的吗？他们现在那一场变非常难球，对，想知道来吧。我们上次去那个土球，那个场地太硬，这样子它木头的吗？不是，它是那一种，像我们就是 PU 对不对？它有像那种那个叫亚克力那一种打篮球那种。啊啊蛮小的，是木头 OK 啊，因为它底下还有软垫。哦，蛮小那边的。蛮小跟这边的场地是一样的，只是颜色。哦。先看人很少，是很多人挤。我因为我太早去了，他是6:30打到9:30，三个小时。哦，然后那天气没有冷气，然后冷气刚好地震，然后就延休。就那天打很热，可是如果有加冷气，应该是200。加冷气的。加冷有冷气的话是200，没有冷气200。那不贵啊，三个小时这样子。对啊，而且他们都蛮。因为可能就是上班族嘛，所以年龄层大概不会，那所以都还不错，水准都还不错。那如果你有去的话，会进步。我那边，然后因为我一个人，我第一次去嘛，然后那个房主就帮我盘跟很多不同的人打，对，然后他们就是说，我用生命在打球。他说我用生命在打球啊。因为他们都是会打的，所以我不管跟谁搭都很就是默契，就一下就配上。因为人家懂得跑位。对对对，他们都会打的。啊，女生也蛮强的。啊，女生也蛮强。
是刚去的时候，刚去的时候是前一场他们。对，那个是很长的小队，国的嘛，对不对？我有印象。他们是区域啦，他不是四个主任，他们有个区域区中心主任。嗯，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上一场，就他们自己在打，打完之后再换。那他们打什么球？打什么球？是什么球？是什么胜利的 YY 的？我没看呢、欸。啊，他们听说他们用的球是蛮好的球，嗯，蛮、多人的，一二三六个场地，对，六个场地换。是建国中吗？有吧？台北市有是建国中的，台北市啊，在台北市，对，台北市有实践国中。一模一样，真的，旁边就是实践国中。那高中吗？没有实践国中。有大学，有大学。就去那场。六个场地，然后都满，就是下面还很多人。那、他们也是下降台，还是说用球拍？没有，是大台，大台。那个团组会看，其实实力都差不多，所以他也不太需要什么冲击，然后打混双就够了。三个男的，嗯，好过瘾，好强啊！因为球路不熟就算了，然后也会杀球这样子，很过瘾。哎、那球很贵哎、欸，这位先生，那个球很贵。哎、欸，史蒂夫也有交钱的。没关系，慢打。你们知道几个就好。就是这个动作，就是那个东西啊，这边就会做到，可以做一下。场地三号下，请
任翔、小陈、老王、丁丁上场。任翔、小陈、老王、丁丁请上三号场。Yeah, hold on.